欢迎收看109年10月22号的港都新闻，我是赖昌邦。新闻首先带你掌握今天的新闻焦点。2020高雄国际食品展盛大开幕，有许多在地优质农渔产品以及异国特色咖啡的厂商参与其中。高雄市长陈其迈也出席开幕，并表示希望透过食品展将更多高雄在地的好物推荐给大家。重阳节即将到来，日前高雄市长陈其迈就前往梓官以及南子拜访两位百岁人瑞，并发放敬老金和敬老状。两位阿嬷虽然相当年长，但身体仍然硬朗，更带来拿手歌曲，现场气氛热闹温馨。高雄有7000多处防空避难设施，但民众对于相关资讯却不太了解。高雄市议员郭建蒙对此提出建议，希望市府要建立相关的 APP 或准则，让市民有依循的管道，建立市民正确的防空避难观念。2020高雄国际食品展盛大开幕，高雄市长陈其迈出席开幕仪式，并且表示高雄拥有许多优质的农渔产品，希望借由展览将这些在地的好滋味推广出去。另外，展场内除了有在地优质好物之外，更有异国的特色咖啡，欢迎民众利用周末假日来到食品展，来一趟美食之旅。高雄国际食品展于22日上午在高雄展览馆盛大开幕，今年已迈入第14届。食品展除了有高雄在地优质的农渔产品之外，更有许多异国特色好味道，就是希望透过展览可以将优质的特色产品推广出去。会选在这里举办，是因为台湾南台湾有丰富的农渔还有畜牧产品，而且我们港都高雄呢，是我们远洋渔业的发祥地，那都是我们食品产业所需要的重要食材之一。4年前就来高雄办理了第一届的高雄国际食品展，那这个呢，就变成整个南部地区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食品会展的平台。高雄市长陈其迈也出席活动，并表示感谢农业局及海洋局积极整合在地的农渔产品，组成高雄队，并大力推销。市长也在食品展当中品尝了近期最夯的肉燥饭，不仅大赞高雄在地的肉燥饭美味好吃，并表示支持国产猪肉。高雄作为一个南部最重要的海洋城市，那也面对的很多的我们很多有丰富的农渔产品，所以高雄国际食品展览会可以说是南部最重要的一件盛事。那我也要特别感谢我们高雄市的农业局王局长跟我们黄局长，海洋局的黄局长，在不管在推动高雄首选，或者是在我们高雄海味等等，把农渔组成一个高雄队来推销我们在地的优秀的这些农渔产品。展览现场有许多高雄在地的农渔产品及美食，以及异国的特色好味道，要推荐给高雄的市民朋友。欢迎民众利用周末到高雄国际食品展来一趟美食之旅。记者金宪忠、潘文玉，高雄报道。重阳节就快到了，市长陈其迈分别前往梓官和南子区探访百岁人瑞，并且发放重阳敬老金以及敬老状，希望阿嬷能够保持健康。阿嬷更带来了拿手歌曲，让市长大赞阿嬷的歌声一流，现场气氛热闹温馨。重阳节将至，高雄市长陈其迈日前前往梓官区及南子区探视两位百岁人瑞，并关心两位阿嬷的生活起居及健康状况。市长陈其迈表示，今年高雄正好满百年，奶奶们也恰巧百岁，别具意义，希望奶奶们能够持续保持身体健康。重阳节哈，然后来帮我们的阿嬷哈，那个过重阳节，来恭喜她，也是我们高雄100年啊，刚好阿嬷的年龄跟高雄市改名。成为高雄同年龄哦，所以是地方大家都是他是很慈祥的长辈嘛，大家在梓官大家都认识他哦。歌唱的最好的阿嬷，两位阿嬷虽然年纪已相当年长，但身体仍然硬朗，能与大家侃侃而谈。现场更带来哪首歌曲与大家一同欢唱，现场气氛热闹又温馨。我
见真侪摆啊，你会见年啦。陈其迈市长更亲自颁发重阳敬老金及敬老状给百岁阿嬷，希望阿嬷能够保持健康。进入高龄化时代，市府也积极布建社区关怀据点，希望能够提供长辈更完善的照顾服务。阿嬷有笑脸吗？记者李佳龙、金宪忠，高雄报道。接着把焦点转到市议会，进行的是警消环卫部门质询。针对高雄市的防空避难设施，市议员郭建蒙质询时指出，高雄市有7000多处的防空避难设施，但市民朋友恐怕不知道自家附近的防空设施在哪里。更离谱的是，网络上都还查不到，形同虚设，要求市警局改进。共军3天2头绕台演习，一旦发生意外，高雄市又是军事重镇，民众到底该往哪躲？市议员郭建蒙调出资料发现，高雄市多达7873个防空避难处所，可以容纳900多万人。但是如果防空警报响起，市民到底知不知道自家的附近哪里有防空洞？你们给我的数字是有7873处，大概可容纳多少人？哇，怎样怎样？960万高雄的高雄的四倍人口，装得下，看起来是安全的，但是在哪里？在哪里不让在？市议员郭建蒙也拿出别国的防空演习来做对比，就连上海都比台湾来的认真，而台湾多年来只想空袭警报没动作，该去哪避难连查都查不到，就算好不容易找到了防空避难处，可能也不知道该怎么躲。市议员郭建蒙呼吁市府应该建立相关的 APP 或准则，让市民有依循的管道。其实应该未雨绸缪，去把这些防空避难设施的确切位置对民众做个公告，包括避难设施的位置地图，还有甚至民众选择的一些原则，尽速要求高雄市政府把它做个公布。这也牵涉到中央跟地方，议员所提到的这个问题，我们能做的部分，第一个部分我们回去来做检讨。大家都不希望发生战争，但是两岸关系持续紧张，也不能太过安逸。议员郭建蒙要求市府除了尽速公告避难资讯，也要结合中央建制相关的软体，建立市民正确的防空避难观念。记者李正道，高雄报道。高雄市有近1000辆的警用巡逻车，因为经费不足，竟然超过一半的车辆都已经过了使用年限。市议员黄文志在议会质询时，要求警察局尽速的改善，而警察局长则表示，今年已经编列预算，再加上中央的补助，预计可以将老旧的警车减少到20%。每天在街头巡逻的警车，全高雄市一共有913辆。但是如果仔细观察，会发现很多警车都有些老旧，因为其中多达552辆，一半以上都已经超过了7年的使用年限。那实际我们报废可能都超过7年，甚至如果巡逻车比较老旧了，可能会达到20几万公里吼。真正爱替咱基层的环境吼，哎，这个安全吼，爱重视这个啦。警车可不像一般的家用车，每天得24小时在路上跑。如果在马路上故障，真的很丢人。而且每年的维护费用，一辆就要超过30000元。对于老旧的警车来说，保养加上轮胎这样的经费，其实还是不太够。其实平均一台车辆的维护，一年大概将近三万八啦。我们的警车的使用率是这么的频繁吼，38000，咱换4粒轮啊吼。起码还不如1500至2000呢。我们市政府明年110年会编了1500万，那中央配合款2亿4000万，总共就是3亿4000万。我们3亿4000万通通买完之后，我们现在的育龄比老车是60%，可以变成24%。高雄市警察局长也表示，目前已经编列了相关的预算，光是10月份就会汰换197辆警用车，不但可以大幅减少旧车的比例，同时也能够减少维修费用。后续也将会持续争取相关的经费，让高雄市的员警不用在执勤时担心车辆的问题。记者李正道，高雄报道。
高雄市议员郑光峰关心长照议题，在议会质询时，除了肯定目前市府在长照的推动成效之外，也以自身的专业背景提出建议，期盼市府考量老人家的内心想法之外，也呼吁能够将专业的移工和药师纳入，让高雄市的长照制度能够更加完善。长照 2.0 上路之后，高雄市居家长照服务的涵盖率持续的成长，成效还不错，但是依旧赶不上老人人口的成长比例。市议员郑光峰在议会质询时认为，仍有部分的服务内容可以适度的调整，配合长辈的需求，让高雄市的长照服务更完善。因为他照顾员，他不想让别人来照顾的寡人一买，因为他的个性特质就是不想寡靠人一买嘛，对不对？应该有吧？有，所以你应该要讲这个。第一个啊，第二个就是说，其实他要的只是他的小孩来陪伴，他不想让外人，他需要小孩，即便他真的很需要做一个居家的一个护理。除了针对长辈们的心理需求进行开导，另外更可以导入药师的协同，因为大家都知道台湾人真的很爱吃药，让药师进入居家长照的服务队列之中，可以提供给长辈们正确的用药资讯。因为很多的个案东西，因到家里嘛买一挂保健产品，那医院的开很多药，你要怎么吃？其实在这长照的体系里面，它需要专业，特别是药师的部分，应该可以提供你很好的怎么样吃药，让你保障你的健康。对于在社区里面的一些据点，还有我们一些甚至住宿长照机构，我们加强药师的一个角色，那我想做第一个阶段，好，那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去处理。卫生局也承诺会分步骤进行，首先从社区出发，同时针对出院的病患做无缝的接轨，持续完善长照的服务，让高雄市的长辈可以有更健康的老年生活。记者李正道高雄报道。再来看到的是，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类出国行程受到民众好评，有业者就推出了邮轮环岛行程，最近将会停靠高雄港。而为了迎接邮轮商机，高雄市政府展现热情的待客之道，将由市长亲自迎接下船观光的游客。受到新冠疫情影响，观光旅游业陷入寒冬，后疫情时期就有国内业者推出邮轮环岛行程，预计这周将停靠高雄以及其他热门旅游地。环岛邮轮首度复航，高雄市府相关局处将热烈欢迎搭乘民众，安排丰富行程迎接商机。我们这边的话也会出动内门宋江镇的表演，还有一些各局处的吉祥物会在码头那边由市长率队来迎接从基隆下来的一些邮轮旅客。后疫情时代，类出国行程颇受民众好评，这次邮轮停靠高雄港，市长陈其迈也将在现场欢迎靠岸民众，幸运的邮轮乘客还有机会抽中与市长来一个高雄轻旅行。市长带着这些贵宾呢，到大港桥这边去做一段漫游，然后还会带这几十位贵宾呢，搭乘我们的轻轨，饱览一下整个轻轨沿线这个风光。我们就是希望让这些邮轮客他们可以有一个很舒适、很便捷的一个旅程，然后在高雄可以玩得开心。环岛邮轮首度停靠高雄港，探讨如何迎接商机外，高雄市府也展现高雄人待客热情，欢迎有更多邮轮停靠高雄港，促进观光人潮。记者张世明、潘以欣高雄报道。一般民众对于公务局的印象仍然停留在道路的修补作业上，其实市民在居住权益上，例如楼上漏水或是住家装潢等等，公务局也都有提供免费的法律咨询服务以及专业的结构分析，让大家行得安心，住得也开心。居住在公寓大厦的民众可能都遇到过住户邻里间为了漏水问题而吵得不可开交，事情若是能平顺处理当然最好，也不会伤到邻居感情，但若是关系到法律问题就有可能伤脑筋了。高雄市政府公务局这时候就是住户们的最佳帮手，所有市民的居住权益，公务局所设立的法律咨询服务就提供相关协助。100多块不算贪污，不算侵占，没有了，因为你们那个委员会都是无偿的嘛。其实呢，我们建管处有一些呢，能够帮助民众他居住的权益啦，或者是他居住安全啦。如果碰到这个楼上漏水，那你刚好住楼下，你有请他修，结果好像都没有答案，这没关系，你就欢迎你到建管处来，我们会给你提供一个咨询的服务。
除了公务局免费提供的法律咨询服务，获得民众广大回响外，辖下的建筑管理处也不遑多让，结合土木、结构、建筑等技师工会所提供的专业分析，对于想好好装潢自己的家，又担心敲敲打打之下会影响安全结构等问题的市民朋友，都可以得到满意的答复。那这方面呢，我想民众要改装之前呢，有先一个咨询也比较安心一点啊、哦。甚至于说，如果你隔壁邻居啊、哦、也在打墙，你觉得会不会影响我这个大楼的安全呢、啊？那也可以欢迎各位来咨询哦。每周三的建筑专业服务，加上每周四免费的法律咨询，让民众能够进一步了解到自身住的权益，也使得市民对于公务局的贴心善举，不会只是停留在修补道路的既定印象了。记者李佳龙采访报道。什么样的长照课程没有华丽的道具、活泼的音乐带动，却能够吸引许多爷爷奶奶不远千里的来参加呢？在楠梓区大昌里就有一堂弹力带课程，透过弹力带的特性，可以有效改善长辈的驼背问题，吸引其他里的长辈慕名而来。长辈们手拉着弹力带，扭扭腰，拉拉筋，各个认真运动。这是在楠梓区大昌里的长辈长照课程。大昌里长戴佳玉表示，弹力带的课程不像舞蹈课有活泼的音乐，一开始推广相当不容易，但经过长辈们实际参与和口耳相传之后，如今也吸引到许多参与民众，就连大昌里的前里长也乐在参与课程当中。这个课程里面，毕竟弹力带的课程它不像一些比较由老师带动，所以弹力带的课程呢，我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其实是投递那个单张啊、文宣啊，然后借由口耳相传，因为毕竟这个课程是很缓慢的课程，可是对长辈来说，在预防延缓的部分却有可以包括长辈的肢体，以及包括他们的伸展，以及包括他们的在各种活动里面都有很大的帮助，身体健康。嘻嘻哈哈，不要给那年轻人烦恼。活动没有活泼华丽的音乐歌曲，却同样吸引到长辈参与的秘诀就在于，透过弹力带的作用，可以改善长辈驼背的问题。而大家聚在一起活动身体、拉拉筋，也增添不少生活乐趣。很好，因为拉筋嘛，我们这个肩可以拉开。以前这个肩膀如果要举上去的时候不能举，现在都可以。我们里长特别。搞完清楚，就相报就会过来呀。哎呀，就是对俺老人的身体有好啊，哦，对阮的筋络拢有好啊。透过课程，不仅看见长辈们身体变得更加硬朗，也感受到爷爷奶奶们变得活泼开朗。大昌里长戴佳玉提到，未来也欢迎周遭的里民长辈共同加入弹力带的课程行列，一起快乐活动，保健康。记者金宪忠、潘文玉，高雄报道。高雄市有许多老旧的社区，墙面总是斑驳不堪，因此前镇区忠孝里里长就特别请台电来筹划，以 3D 立体彩绘的方式，在社区的墙壁上画上各式各样可爱的动物，让经过的民众都抢着拍照。虾米，听说社区捕获熊猫、长颈鹿，还有金刚鸽一只，在哪在哪？咱们大家赶快去看看，抓到了！底加底加够底加，原来这是咱们忠孝社区新地标彩绘 3D 墙，真的是画得太像了！不仅大家抢着跟熊猫拍照，小妹妹甚至还想拿树叶喂长颈鹿，吸睛度百分百。这是里长为了翻转旧社区，特别找到在地好邻居台电来筹划，打造出忠孝社区美丽彩妆的新门面。老旧的社区那要让它直变，让它脱胎换骨，必须要有相当的时间以及相关的预算跟同仁的努力。是我们第一个示范墙，那我们也有一个废弃的电毯子变成 3D 彩绘，让我们变成你不管的走向跟未来的整个一个面向会越来越不一样。如果我们忠孝里可以好，前镇会更棒、更优质。还有，忠孝里下的功夫可不止于此，把网球场改成社区缺乏的停车场，变电筒化成水族馆，停车前先打个卡先。里正优化到众人都按赞。里长给我们这个一个新的一个地标，那我是建议说这个范围能 再,
再扩大，就形成一个景点。我们这个点哈，当初是我们登革热非常忧虑的一个点。透过我们台电哈，还有我们冠良里长的努力，我们现在哈不但变成说是一个很棒的停车场，而且我们不断的去美化它。从之前在规划，然后从整个社区在进行整顿的时候，我们都有一直持续的协助关心，然后后续我们也会尽力来争取整个里内的发展，让整个忠孝里越来越好。市民朋友们，下次若是经过咱们美美幸福忠孝里的时候，记得停下脚步，让我们用爱微笑留影交流一下吧。记者张世明高雄报道。接着提供您更多在地的港都生活讯息。带您关心明天全台各地的天气状况。高雄、台南、屏东地区多云，气温22度到30度。南投、台中、彰化、云林、嘉义地区多云时阴，气温20度到28度。台北、基隆、桃竹苗地区阴短暂雨，气温19度到23度。宜兰、花莲、台东、澎湖、金门、马祖地区阴短暂雨，气温19度到26度。以上是今天的港都新闻，感谢您的收看，祝您平安顺心，我是赖昌邦，我们下次再会。我对细汉就习惯伫菜园做事，晒日头，流过身躯的汗来照顾我的菜园。虽然辛苦，不过大概收成的时阵，我拢感觉我的用心真正有价值。青年港都有线电视与您一起携手创新局。有线电视与你一起看见高雄。手工正片冲洗虽然是一门即将没落的行业，但是我依然坚持到最后，用心冲洗每一支底片，让大家能够看到最真实的色彩。青年港都有线电视与您一起携手创新局。
高雄一直在变，城市的发展孕育文创不断萌芽，地方传统被赋予新文化，就连街道市井也换上新装。唯一不变的是这里风光依旧，人们生活永远充满热情。青年港都有线电视与您一起携手创新局。别人搁咧困，阮就开始咧做事，将每一工上醒的机会好好处理，袂予人客。你若愈早来，再遇到愈轻。趁日头还袂出来进前，将讨爱人的机会处理了，这就是阮的价值。青年港都有线电视与您一起携手创新局。我对细汉就习惯伫菜园做事，晒日头，流规身躯的汗来照顾我的菜园。虽然辛苦，不过大概收成的时阵，我拢感觉我的用心真正有价值。青年港都有线电视与您一起携手创新局。有线电视与您一起看见高雄。手工正片冲洗虽然是一门即将没落的行业，但是我依然坚持到最后，用心冲洗每一支底片，让大家能够看到最真实的色彩。青年港都有线电视与您一起携手创新局。高雄一直在变，城市的发展孕育文创不断萌芽，地方传统被赋予新文化，就连街道市井也换上新装。唯一不变的是这里风光依旧，人们生活永远充满热情。青年港都有线电视与您一起携手创新局。别人搁咧困，阮就开始咧做事，将每一